这个是日本的水性旋饼啊，哦，我们自己做的，哦，那两颗摆在一起的这个样子蛮特别的，哦，如果有心人士的话可能会像某种东西，但像我心灵纯洁的话就不会觉得是某种东西。 OK， 好，哦，这个蛮好吃的，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。